好，我们讲无有教拆散的这个大陆，那么这个拆散的阵地也是非常容易下到的，比如这个是无有教这个心，白起分头，黑起这个拆散，白起拆二，黑起大飞或者小尖，反正这儿的无有教走到拆散的机会是非常多的，所以对这个阵地的打入我们也要熟悉。那我们说拆山的阵地打入往往在这儿，黑棋还是尖，白棋也尖，黑棋假如再尖，那么这个棋怎么逃出去，这假如下错就不大好办啊，最好的下法怎么样呢？你先从聪明了，利用对方的哪怕是一点点弱点，这个断本来是没事的，因为黑棋那就打一个，这个对杀肯定是黑棋赢。黑棋哪怕就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也有这个一家的好棋，这个对杀也是黑棋赢。但我这个断其目的不是要杀这个啊，你走这个是正招，黑棋有了这个白棋就可以很舒服的跳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黑棋不能冲啊，冲白棋冲，你一断一打把这两杀死了，这个只起作用了，所以这样呢很舒服的一出去，哎，这个就形成对攻了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，对吧？那我说这个是比较好的下法，就是单立走这个，那应该说更不好。为什么呢？白棋现在走这个怎么样？是先手，黑棋再挡一个，白棋照样跳出去，黑棋还是不能冲。白棋多了这个子怎么样？白棋这一拖，白棋反而能过了，所以这一来怎么样，白棋反而就这个白棋跟这个黑棋在对攻中间，白棋反而处在有利的地位，所以这个不能打，打了再后要单走这个，单走这个他走这个怎么样，这是没关系的啊，这不是先手，所以这个子跟这个子是无法联络，不要走到打一个走这给人家走到这个有用的先手，这要注意。单立是好棋，但单立一定要知道怎么样，人家知道这个架，不知道这样人家一拐黑棋不给白棋杀死了，那就更不好啊。这个那么这是尖，他假如走这个呢，哎，看了好像也很难出去，对吧？不过同样还是有这个棋，你走这他走这，你加要知道这个怎么样，肯定是先手了，那你就可以走这个，他不能挤了，挤了你走这个先手再走这个出去了啊，所以这个封不死的，是吧？所以封不死呢，这个打入就成立了，只要这个进去给人家封死了，这个打入肯定不行啊。这里面的我们这一个是讲打入，实际上也在讲白棋怎么处理他的棋，处理孤棋中间啊很重要一点就是怎样利用对方的弱点，就像刚才这一点一样，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是什么，不是大毛病，是一个弱点，但是你怎么样就利用了，是吧？用到这个断点你就逃出去了，不会用这个断点单冲给人家一扳，那够受啊，这个很舒服的出去了。那么同样作为黑棋来下呢，就尽可能给对方利用的越少越好，假如走这个非但不能给人家利用到这个，还给人家利用到这个先手，那就更惨了啊。所以这里面就顺便我说一说处理孤棋啊，刚才所有的打入
我们讲的打进去以后就要处理孤气了。处理孤气呢，当然我们以后要专门讲啊，这里面我们也可以顺便大家知道怎样利用对方的弱点，怎样气下的轻一点。所谓轻，就是可以死掉这一些，也可以死掉那些，不要走到什么气都不能死，那就讨厌了，这就不灵活了啊。那么有关这个，我们最主要就介绍一个星象，一个财山，这个阵地比较多的。当然财四这同样也是打入，他走这个你也可以这碰一下，对吧？他一立你在这跳出去啊。那么因为财三财四财五财六我们就不一一讲了，就主要介绍这个把无忧角变上的这个大概的下法，大概的进攻防守的下法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我们现在讲实战中的打入，也就是像这种是属于让子棋经常下出来的，就白棋这么大一块阵地，但是黑棋周围呢都是很坚强的，可以说是坚不可摧的那个阵地。白棋呢一二三四五六个子棋突围这么大的地方，但是面对这样的阵地，白棋这个里面的毛病就很多了。那么黑棋的入侵点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看到这的阵地非常强大，所以做到这是最多的，就利用你的背景，就是利用它这三个字。白棋假如走这个，或者走这个，先讲就不给黑棋舒舒服服出去，那么这是我们常用的一拖就过去了，是吧？走这个，我们先来看看断，他打这个，你打这个，他走这个，你走这个，现在白棋断是肯定不行的，为什么呢？黑棋先把这个打掉，再打这个，接上，再冲出去。白棋现在考虑自己怎么活了，这三个没法抓他了，这个阵地已经破掉了。走这个，那他更没用了，他就断你也可以了。走这个，打一个。那黑棋要冲出去很简单，对吧？走这个行不行？走这个大概有点问题，是吧？你把这个走掉，他打一下接着跟你对杀，黑棋要输啊。不，大家不要紧啊，这里面黑棋走这个，当白棋走这个的时候，黑棋可以单挖一个。他假如打这个，你就这样出去了。他假如打这个呢，那你再打这个，不管他拔还是接，你这个拉过来怎么样，哎，又进去了，要把这个地方弄掉了啊。所以这个单挖是好棋。白棋假如走这个，黑棋同样走这个，黑棋走这个，注意这个时候还是挖一个，他一打还是一样打一个藏出去，所以白棋这个是最强的抵抗。断，黑棋打一个，哦，这都是很好的步调，这个是肯定要接的，打一个叫他接。那么现在呢，白棋不得不怎么样，立即消灭这两个子，不然他不行。打一个，走这个，你再走这个，形成对杀，扑一个，
他假如提你立的立，他走这打一个成打劫。你要先破他假如进那完，你走这个白棋给你杀掉了。所以这样的打劫，黑棋跑到白棋家里去打劫，打赢了把他这个吃掉，打输了是，不过白棋这阵地巩固了，黑棋外面连走两个总是有收获的啊。所以这个打入大家要知道，到人家家里去打入，不是到人家家里去对吧，捣乱嘛，说难听点就是捣乱嘛。那么你一定要看好你的手段，一个是自己做活，一个是怎么逃出去，这往中间逃出去，第三条路怎么样，怎样跟自己人怎么样从下面渡回去。你这手段越多，做活的手段越多，突围的手段越多，下面渡的手段越多，那么你打入的子怎么样就越不容易死。现在假如白棋知道这一点了，嘿，这不给你渡过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里面大家知道黑棋哎，这步也是很厉害的。为什么说这个很厉害呢？白棋假如走这个，黑棋搬一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这单胡一个，这有断，这有断，白棋已经不行了。他再走过来，黑棋还可以走着。你一接，他冲个再爬回去，白棋接断点还来不及，还有空杀他，但没空杀他。啊，所以这样的棋，白棋这过不去了，这还有弱点，这还有断点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断点，这黑棋马上断这个也可以，也可以走的，但我不可能，我要走这个的，啊，他走，他现在假如走这个，你说黑棋能不能活？这样能不能活？这样黑棋有点危险，是吧？这样黑棋有点危险，不能活啊！所以还要想办法。走着，这给断了，大概不行吧？对吧？他说他才能走这个，再冲一下。挡着，现在立即断行不行？立即断，白棋哦，这个杀棋好棋，对啊，本来这有补，你假如单补的话，他一搬这个白棋肯定不行啊。先走这个，他搬打一个一拐，黑棋死。那么。我们再想想办法看啊，他走这个，人家走这个，哎，他拐过去，现在来不及断了，对吧？走这个冲一下，但现在不断，点上，这才总活了吧？再见这个先手，是吧？现在断白棋肯定气不够，他一接你走这，这活得很舒服。所以这个棋，白棋不讲道理，黑棋只要走对，白棋给
所以你这走了这个，他把这个关了，你走这个。但是你要真的要活，走这个也可以活的，是吧？人家藏这个，这个尖一个要过去，这个尖一个糊一个要出去。他走这个，我哪怕再走这个要出去，你不给我出去，我也活了。但这样活味道差一点啊，这样活味道差一点，还不如扔掉这个啊。所以打论以后呢，就是牵涉到度、做活、对杀，是吧？各种技术都要有。好，这也是一个实战的棋局，是吧？那么这里呢，白棋的地方看来都是很大，黑棋这个地方也比较小，这也不多，或许这块还称得上不小的地方。那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是白棋的围的地比黑棋多，那么大也有大的难处，也就大比较空虚，小呢比较结实，这白棋总不能进来，这白棋也进不来，这白棋是肯定进不来。那么这看上去很大，这看上去啊，这看上去实际上说句不好听的话，白棋的漏洞怎么样百出，问题就是黑棋能不能发现入侵点啊。我们假如再再看这一半呢，黑棋这个入侵是很厉害的。为什么说这个很厉害呢？因为这跟这个怎么样，中间可以断掉，白棋包围它，黑棋一顶，不管你走哪一个，你走这个他走这个，我想是很简单的对杀，就把黑棋杀掉了啊，就把这个白棋杀掉。他假如顶过来，黑棋也可以冲，白棋走这，黑棋一立下，还是黑棋杀白棋啊。所以这一打入，白棋假如连这个，黑棋就给这飞，这不仅把这个地域怎么样破坏了，而且这个子跟这个子也分开了，白棋的家里几乎就像挨了一颗炸弹一样，一炸就全飞了。如果黑棋不敢进去，只能在门口站站走，这个给人家再补一个，好，这个打入，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入侵点给你放弃，你走了一个什么用也没有，胆子很小的这个连回来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入侵点。第二个，这里地方也很大，那么黑棋走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入侵点。那么白棋接上，黑棋站到这个地方搬虎，那挡上虎一个，那么这个角怎么样？就打结活了。当然白棋打赢了，把它杀掉，黑棋死了，白棋这个棋盘也全巩固了。可是假如打输了，给人家这么打起来呢，不但这个角没有了，这条边怎么样也归黑棋所有了，这白棋它的负担也很重。所以呢，这个打结活几乎可以说是活棋，因为什么？这个打结双方的代价是差不多的，就打赢吃个角，打输输条边，所以这是差不多的。所以白棋也不敢随便打这个角，打这个，白棋假如走这个，那黑棋这一跳绝对不会全死在里面，又能出去，下面又有地方作业。
那么白起假如走这个，因为我们知道脚上最容易做眼的，所以他挡住这个，黑棋要在这个地方做眼，没有这个脚，这大概很困难。那这怎么样呢？那问题就这个怎么样？有个漏洞，黑棋很好的发现这个漏洞呢，就走这个。白棋走这个，黑棋怎么样？哎，这下去这出来，是吧？又不行了。那么他跳个呢？黑棋冲了，是吧？白棋渡过，可以冲一个，再把它断掉，把它打掉，他也打一个，你走这个，再打这个，把它拔掉，这对他怎么样？这要好好计算，是吧？不过这个棋黑棋不要这么下的话，因为这个毛病实在太多，你冲个可以，走这个，你再拐一个，这白棋也够受了。那你这藏一个，他再来一个，冲一个，那这个先冲一个没关系，再打这个。当时黑棋也可以这么拐一个。白棋假如要这样打，实际上这个已经要死了。这里面已经利用不少不少，那实际上这个已经一打把这个边已经控制下来了。啊，所以这样过去啊，味道黑棋也就这里面啊，就棋啊，黑棋的白棋的毛病啊很多很多，但白棋甚至于可以这么腾挪，这个里面手段很多很多啊。总之这样走，他跳一个，这个走一个，外面已经露出很多毛病出来了啊。这个你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角色保住了，外面的味道差一点，你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他又味差一点。那么这样呢，你哪怕就这么假如讲的再可怜一点，本来你这个挡得住吗？是挡不住的，对吧？就是利用他这个一点毛病，当然这不是很大的毛病，也可以在搞事情。那么这一个是很厉害的，另外这还可以打进去。白棋压这个，黑棋藏个，他走这个，这是我们常说的给黑棋搬到这个怎么样，黑棋已经活了。所以要走就走这个，走这个一跳。你假如现在利用你学到的那种手段断了，那么黑棋当然也可以打一个了，是吧？提掉，把这个争掉，往外冲一个，等白棋挡上，黑棋再一爬，黑棋已经活了，白棋外面断点一塌糊涂，是吧？所以这样呢，还有黑棋哪怕补这个你也爬一个，反正外面断点，这还有藏出来的利用，是吧？有很多利用，那么这很舒服的在白棋的空里面活一块，而且白棋这个也没连，这个也断，这他也受不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打入也是很厉害的。所以我们说白棋在这个地方看来很大，这个看来很大，这个、看来也不小，是吧？因为黑棋到处都是很坚实，白棋比较空虚比较大，
黑棋就要利用你的坚持，利用对方的空虚，要发现这种打入的要点。啊，这就是把一盘棋引向优势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。只要你对这种视而不见，都是做好事啊，都是走这样的熟手，那是人家最欢迎的啊，走这个哦，看上去我也回了一点，把这个地方全送给人家，再来送掉，棋完蛋啊。所以我们一上来就说拆三啊比较空虚，有打入。实际上这个拆二，这个大飞几个大飞在一起啊，它也够空虚的啊。所以因为打入的变化也比较多，我说要用的手段也比较多，就是你打入要有什么呢？要有做活的本领，要有渡过的本领，要有突围的本领，还要有对杀的本领。所以打入实际上是一门综合的技术啊。那么我们平时讲，很多人就说我做了好多死活，做了好多对杀，做了好多渡固守金，什么怎么比赛时候用不上。实际上这个里面就是打入就要用这么多啊，一个打入的子，一个就跟自己连起来，一个就往中央突围，一个就立地成佛。那你这种三种本事越大，你就越敢打入；你这个三种本事假如越小，你就很难打进去有所作为，甚至打进去全死在里面也不一定，对吧？这个里面就要看着对杀我赢，所以他不敢杀我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例子。白棋这有块确定的地方，这有块确定的地方，而黑棋呢，确定的地方几乎没有，黑棋的全在上面。那么现在白棋继续贯彻捞地的这个战术，那么白棋走这个，照一般的惯例，黑棋走这个，保住这块地方，那么白棋再走这个，啊，白棋这又多出一块地方来。那么现在白棋的作战，第一，这块棋不要死，啊，这块棋一块棋死棋，这可能性几乎没有，啊，这要注意一点就。那白棋第二要注意呢，不要给这儿怎么样，围起很大的地来，啊，白棋一个这个头在外面，第二这个头在外面，那么。这个白黑棋啊，这个棋就比较难下，因为他失去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。那么这时候黑棋应该走哪一个呢？应该走这个。哦，马上打入。白棋逃出去，黑棋再逼一个。这个时候黑棋再抓紧。走这个，使这块棋也不活。那么这个时候棋盘上白棋就出现这两个子不大安定，这三个子不大安定，这三个子也不大安定。当然这白棋是绝对下这个，那是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是把出卖自己朋友的下法。就这块棋想办法活了，这块棋做眼的机会全没有了，周围有没有人接应他，非但不能接应他，还受这个子的牵连，所以这个是绝对不能下。不能那样下呢，这来活到这黑棋绝对不肯，你要么跑到中间去，要么走到这把这个买。那么白棋现在虽然这个地方啊拿了一点，但是棋盘上啊白棋多了三块没活的棋，
那么周围作战的时候，周围帮忙的人啊，又是黑棋多。你看，黑白棋的棋全在下面，捞实地。参加作战的部队都是黑棋多，所以这样呢，黑棋就比较有希望啊。所以这个打入是破坏力非常强的打入，就打入以后，白棋两块棋怎么样？全没活，两块棋在处理的时候还可能影响到这个子，但以后的下法当然非常多了啊。不过这样的作战，应该说黑棋抓住这个打入的机会，把这个局势导向就是对自己有利的这个啊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反过来说，白棋这个子可能太贪了一点，假如这样补一个，白棋还是不错的啊，马上补一个啊。所以这个白棋的如意算盘是走了这个叫你走三三，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一招棋，对吧？给你一个角拿掉，我们说金角宁边嘛，这个角是非常大的。但是他走了这个，现在黑棋放弃这个很大的地方，立即会是进攻白棋，进攻了以后再回过来走这个，使这块棋不活，那么这样的作战以后是非常难掌握的啊。不管怎么说，黑棋是抓到这个机会啊。这个地方就是白棋捞实地，黑棋实际上拿的都是外势，这外势唯一的作用什么呀？要在进攻中才能发挥作用啊。假如给人家快快活了，这个外势也就没用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有关打入它的作用啊、条件啊、打入点啊，我们啊就介绍到这儿吧。下面讲潜销的条件与常用的手段。所谓潜销，就大部分是自己的子下在四路上，把对方的棋怎么样压到三路上，让对方成一点点空。这跟把棋打到三路上彻底毁坏人家空是两个概念，但是呢是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。就有种时候需要打入，有种时候需要去潜销，这个不能搞错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局面。这布局刚开始一人下了七个子，那么围地呢是一人以这条线为界，这一半黑棋围，那一半白棋围。那么仔细看的话，我们会知道黑棋的位置比较高，白棋的位置比较低。那么低呢有低的好处，就是围的地方比较容易守住，但是比较小。高呢比较有发展。那么现在呢，白棋最后下到这个以后呢，黑棋可以采取自己继续扩展的想法，也可以走这个，那主要是自己发展，也可以想办法打到白棋的阵地里面去。那么现在假如你打这个打进去了是破坏了，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种破坏并不厉害的，因为这三个子怎么样是活棋，这个子也容易活。那么现在他走这个，使这个子成为孤子，你逃命，他再走这个，你假如再逃命，他再走这个，你打到没打到，打掉他多少，他这怎么样围起一大块空来。所以这样的打入呢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打入并不能对造成对方的伤害，
这能自己陶估。那么这个自己陶估的过程中间，对方一面进攻你，一面在围更大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打入是不可取的。那么这里呢，黑棋可以采取这个是三三的弱点，三三围地是很容易围到，但是它很容易受到对方的浅笑，就把给对方压扁了，走这个，他再走这个，再走这个，这是三三的常用定式。这一来，黑棋一逃，四路一压，这一逃，白棋就是这一点，不说围到不围到吧，这一小块这一小块，白棋已经没有发展了，但是黑棋还是很有发展的，所以这一点，这一压，把白棋的阵地的发展性怎么样，全压光了。如果这个地方给白棋飞起来的话，那这也可能发展成巨大的地域，这也可能发展到巨大的地域，所以这一压这是浅削的很好的时机和手段。我们说浅削大多数用在四路上，走在人家尖的上面，我们围棋叫尖冲走这个也有，走这个也有，走这个也有，都是尖冲，但这个尖冲最不可取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本来是拆山，可以有机会打入的。给你这一尖冲，它往上一藏呢，这个地方便确凿，很确凿的地了。所以这个尖冲不行，走这个尖冲可以考虑。他走这个，本来就是拆了，多一个子怎么样？用处并不是太大。但这三个尖冲现在这个是最厉害的，一下子把黑白棋啊，所有的发展的余地全都压扁了。所以这个尖冲，我说这个浅削常用的是尖冲或者飞阵就用小飞的阵，但这里用的是这个尖冲第一，这个尖冲第二，这个尖冲最坏打入那就更坏你假如打入在这儿，白棋也可以这么走，你走这个，他甚至可以扳你，你拐一个走一个，这个打起来了，把这个打掉一点，这个打起来了，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。这个例子呢，黑棋围的地，这是很确实，白棋是不可能再进来了。这个地也是很取势，那就是白棋无法侵入的。这个地怎么样？也是相当结实的。那白棋能围的地呢？这个大飞脚可以说有点吧，但这里面还有手段。白棋忙了半天，忙什么？忙的最主要是这一个外势，加这一个拆。还有这怎么样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外势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黑棋围的地都是比较低的，没什么发展的，但是呢也不容易遭到破坏。那么现在黑棋的战术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看到这一个后势，加上这个加这个拆，在中间是白棋非常有发展的这是白棋有可能围成巨大地域的一块。那么现在黑棋自己去围已经怎么围也围不大。比如说你再围一个，再补一个也就失去默契。假如这更不好了，找一个是这个就是活棋怎么样往外围一点点地方。那么现在黑棋最主要的是要妨碍白棋的发展。那么现在白棋胆子小的走这个，那么人家走这个，你走这个，人家走这个，
你走这，哎，哪怕飞起来，你再走这个，人家双咬。你在挡上，忙了半天，不知道增加多少地方，大概充其量这一点，加这么一点点。但人家这个三四步棋再一走怎么样？这走一步多一排，走一步多一排。所以这个黑棋现在跟白棋对围，那是绝对错误，因为你没有发展，人家有发展。那么怎么样呢？正因为这个棋非常结实，不容易遭到破坏，所以呢，黑棋走这个箭冲。这步棋使白棋非常恼火，就他假如这样围的话，这道墙也就完了，是吧？没有发展了，就围成这么一点地方。那么他假如走这个呢？这遭到彻底的破坏。换来白棋走了这三步棋，这三步棋能发挥什么作用呢？难道围这个地方吗？这能围多少地方？不能围，这打入也没什么，打不进什么，所以这个士怎么样就变成没用了，对住什么？对住人家的活棋。所以这一个箭冲是极好的时机。假如你不走，白棋哪怕往上跳两下，你这个走拆，他往上跳，这个时候再进来，那很可能人家围这个一回就三十目棋了，你这个十几目，这个十目左右，这个二十目，人家这一块围起来你就完蛋了啊！所以这个时候是一定要啊。这个箭冲几个条件都是符合的，就人家这走了四以后，你这是吧非常结实，这是一个啊。另外他这很厚，你把它压扁了，把它压扁，白棋这个后势就作用不大啊。你假如这个时候走这个都，假如走的不得要领，给人家有机会上面跳一个，一下就空膨胀，这个时候你再尖冲，人家就帮你围了，就很大了。现在你尖冲他围，白棋心里是太难受了啊！走了那么多才围这么一点空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，现在是白棋围的地方，这是在下面啊，牢牢的控制了。那么黑棋呢？说他严密控制的几乎没有，但是这有点发展，这的也有发展。那么这两个比较起来，这个发展的潜力远远超过这个，因为这个下面还有白棋还拖退再爬的手段，所以这个要围很大地方很困难。那么现在白棋假如要破坏这块地方，很普通的就是这样打入。这样打落，黑棋这个是挖根，再走这个包围它，白棋跑得最快，黑棋走这个，白棋假如接，黑棋这一拐，你看这一块地方怎么样，就送掉了，这是很大一块地方啊，所以这个打入打掉这个。送掉这个，他围起来也不过围二十几目，再补一个不过围二十几目，可能还有会遭到入侵，但是你去破坏这给人家围这个，再围这个也打起来了啊，所以这个是打的是完全错了。那么白棋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？应该这时候假如尖冲这个，那人家怎么样，这上去哈，不得了，
他这盘棋又奈何他不得，你挡下他尖一个，这活一块，这个棋什么用也没有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尖冲是肯定错的。那么另外这样尖冲呢，那白黑棋也来啊，黑棋也走这个啊，你走这个，黑棋哪怕再补一个，把这块围起来也不得了。这个要杀他是不可能啊，这送掉这么大一块，所以这个也不好啊。所以这样的棋呢，尖冲是不行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说尖冲啊，最好是人家这样，是吧？这样的棋，你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你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你走这个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子怎么样，作用很小的。人家拆散你就不大愿意尖冲了，何况现在是1、2、3、4、5，所以这五的话，这给他走30个子是作用是非常好的。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最好的想法就是这啊，把它这个压得扁点就行了。那么现在他走这个呢，那你走这个，那也可以走这个了，你走这，你再跳过去，那怎么样？已经扁掉了，是吧？那么这样走走，这几个子到底在这还有作用啊，这还有作用，所以这个白棋的目的怎么样也达到了。那对付这样的阵呢，有句话我们应该学一学，就是棋应该往自己比较弱的地方下，这怎么样比较强，所以这个又是围地又是照顾自己的棋。这个五个子不能说它永远不会死，但是要杀死这五个子但不是一下两下能杀死的，所以这暂时可以不照顾，不要去这样围敌啊。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围敌围得牢靠，任何事情太牢靠的事情也就效率低下的事情啊。这样子人家恩恩再压你一个啊，你搬一个，他走这，你这爬起来有什么用？这个这一点地方也用得着吗？是吧？所以这走这个，保持对他的进攻啊，保持这个进攻，再围到这又是一方块啊。当然白棋再走这个，加强这个，使你的棋怎么样变扁？你只要不走，他一搭下来再一搬走，这个眼位有了啊。所以这个。这里呢就是尖冲不适应了啊，不好了。因为尖冲怎么样，人家你这尖这躺起来这很舒服，这尖冲这躺起来这很舒服，所以呢走中间随便你要哪个吧。那么作为黑棋来说，要宁可要这薄的方面，不要向厚的地方去围敌，这也是黑棋应该学的地方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讲这样的例子啊，这个例子。这里是我们看白棋这一小块，但没问题。这一块呢虽然小，但是因为有这个子拆，有这个子拐，还有这个可以压出去，所以这块棋虽然没什么地方，但是可以说是活棋。这里小飞加个拆四，当然这有打入，但因为这两个黑子本身也不是很好，这个打入，那么现在对黑棋来说，黑棋这一小块，黑棋主要的兵力是这儿，这是有一个很有发展前景的一块啊，一个阵的黑棋的阵地吧。所以现在假如黑棋走的话，黑棋一定是扩大这个阵地，不会去破坏白棋小小的阵地，所以现在白棋也不需要去补这个。白棋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？
是怎样把这块地方尽可能的压缩。那么大家注意，这个是心两面才两面走到心下呢，这个三三是一个很大的弱点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单单走三三，人家搬，那走这个，你走这个，哪怕就这么走，是吧？好，白棋又这多了石木棋，但是这个地方怎么样？越来越可怕。本来是三个子，现在这个又多了一二三四五六个来负责围这块地方。那么这时候黑白棋再进去啊，可能要遭到比较严重的打击。那么怎么下比较好呢？白棋可以先走这个，就是这还是保持一个点三三，你不回我点三，我这下去了。黑棋飞一个，白棋再来点三三。现在假如再走成原来的样子，再走成这个样子，那么现在假如白棋再来走这个，黑棋肯定是反击，要走也走到这，是绝对不会再去走这个了。这么厚的地方还要派这个兵围这点木柱，这兵是用的很多，成果很小啊。所以因为这是很厚了，你再下来对这个，那这儿没有活动余地了。不像你假如先走这个，他假如来反击你，你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你走这个，白棋可以在这活动，不去点三三。因为这个时候点三三外面棋一多，这个就危险了。现在我正利用你这个棋少，我这有很啊回旋的余地很大，所以白棋就很舒服的在这活棋，黑棋就又打碎了。所以现在他走这个我就下去，他假如围这个我就点三三啊，这也是一种常用的对这种心两面张开的这种潜清的方法，是吧？用飞阵啊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潜清呢，潜消啊，用的最多的呢，一个是尖冲，一个是阵，一个叫小飞阵啊。现在你假如去打这个，那人家就简单的压，你走这个，人家走这个，你假如再退出来，人家再走这个，你增加这么一点点，这就更可怕了啊。这个打落就毫无意义了啊，打落就增加一点点地方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，白棋拿了比较确切的小弟，黑棋呢拿到的很少，但它也很有发展的一个阵子。那么作为白棋来说，当务之急就是要消掉它，使它没有发展。你现在再去围地，人家跳着了，你再围自己，人家再跳了，人家这越走越大，你再大也大不了多少。所以现在当对方的发展前景比你好的时候，你最重要的是把他这个发展前景给清削掉。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例子，黑棋这块地方大虽然大，但这投入的兵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投了十个兵，十个兵人家拿了这个，拿了这个，这个再发展有限了。这个跳岛已经发展的够好了，再发展有限。那么现在白棋呢，一二三四，这
这个单关角两面拆开，这是一个这个趋势的，这是有发展的。那么现在黑棋应该怎样下呢？黑棋假如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假如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黑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这个是黑棋采用互相围的方针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黑棋这个地方已经原来已经围好了，现在增加的是这个围地的可能性，还不是没有必然性，不一定围起来。但白棋这个三个子一走怎么样，这一大片用了一二三四五六就围成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这显然是黑棋吃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二三四这么一个大阵地，我们围棋上叫什么，叫薄。这个围黑棋呢就比较厚实，比较厚实的棋跟比较薄的棋互相来围，这是吃亏的。因为黑棋是不怕摧毁的，因为它比较结实，白棋是怕摧毁的，白棋一摧毁就什么也没有。所以现在呢，黑棋完全有机会可以走这个，白棋没空走这个，你这一挡下去，这个地方没了，这个子还逃命了，是吧？所以当你走这个的时候，他走这个当然很好，你走这个，他再走这个，你再压一个，他再走这个，白棋已经没有发展了，你现在再走这个，他走这个，你再走这个，好了，啊，你的发展的越来越大，他也就到下面去了。为什么这不打入呢？这个打入，我们说了，黑棋这个打入是，所以第三等打入，因为什么？白棋两面都是活棋，啊，这下破坏，你最多破坏它这点木数，再跳起来，甚至将来这能围到这也说不定，啊，但现在这个就是连一个，将来这整个一块棋都是不怎么好的，所以现在这个打入就没意义，对吧？你这个稍微弄几下，再来这个，白棋没有发展，这已经给你怎么样浅消压扁了啊？所以这道题呢，一个是用浅消，另外就附带的什么呢？就是是双方对围，还是我笑他，他笑我？他笑我不怕，原来就这么大，再笑也这么大，对吧？我再笑他不，我一下去，他不是笑掉地方了，命也笑掉一半。所以他，你走这个时候他不应，是不可能。那么他假如走这个，啊，他挖一个，你打一个，他走这个，你还可以飞这个，他走这个，你甚至可以压他一个。他走这个，现在这个棋作为白棋来说怎么样，又不会太大了。你也可以先接一个，让他渡过去以后你再来这个，不，你大他不大了啊。所以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高起来了，这不立三了吗？应该拆几啊？应该拆四。哎，原来这个黑棋放好了，那么这个也是白棋的一道墙，就一道后势。我们说过后势什么用？一个围大地，第二攻击人家。现在大地围不成，最多拆二。第二攻击，这个攻击得到吗？也攻击不到。所以他这起来我也不怕，他这过去我很高兴。所以你这一尖冲，
白起就没招了。啊，所以兼充这个一个条件什么呢？就是他这挡起来，这挡两对白起好处不大的，就这是因为这有无忧角，他起来不大。另外，他假如这有个差二，他走起来怎么样？好处也不大。假如现在他是这样，对吧？这个不管。啊，假如现在是这样，或者这来一个，这没有兼冲的，那挡起来，这太高兴了，对吧？挡几不下，这个打起来，所以这是绝对不挡，啊，要走，要么这现在这假如走成这样，那大概又要这样，啊，又不能再兼冲，又不能再兼冲，啊，所以兼冲呢，啊。刚才这个兼容就是不管你这样挡还是好，这样挡也好，作为白棋来说都是用处不大的。啊，我再回过来总结一下这个图的讲的最重要什么，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围合算还是先去破坏人家合算，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黑棋比较结实。所以白棋假如这走一步，黑棋可以不加理睬的，所以你有空可以怎么样去走你其他东西，你厚的地方跟人家薄的地方千万不要对围，对围你总是吃亏的。好，有关潜销的条件和手段我们就讲到这儿。